萌萌，你别在那坐着了，走，干你那下地淘汰去。那你要不你喊刘雅去吧，我这两天有点不舒服。那俺家娇娇儿在地里干着呢，我姨夫叫你干活，你又装病，叫你娘看着他。是的，我好装病。走，过过，到奶奶家。看大不大？妈，你看那果果吧，我跟俺大娃上地淘汰去。萌萌，你别去了，你这有的月经不是推迟了两天，万一怀孕了呢？那得点活，叫他爷俩干干去了。没事妈，我这天天熬夜，离家也不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了呗，赶紧的走吧。来了，萌萌，早上你想吃啥饭？我在家给你做。妈，我想吃你做的饺饼了。你吃啥饺饼？我想吃包子，那你俺带上包包子吃。知道了，去吧，我得给包包子吃了。果果，在床外边呢，奶奶去接个东西，一会就来，好好听话啊。嫂子呀，嫂子在家了吧？哎、在家嘞。那萌萌想吃烙的饺饼了，姐姐恁那熬的。管，我给你拿去。给你拿着用吧，乖，有妈再给你送来，反正要在那嘛。萌萌，这活俺大俺干都能干好了，你那个啥，你那个离家推迟好几天，你测了吗？没有，每次都推迟正常，就这两天肚子有点疼，可能快来了。来的不叫恁俩拉我来，两个背板，赶紧的干。萌萌，这上面有几个我够不着，你的个子大，你爬梯子上一套去。来了啦，萌萌，你搁别套去了，我上面套去。那你套吧，你干个活还搬个板凳，你也不给你搬个床过来的，那你叫萌萌爬去，你能不能爬？你怪疼萌萌的。嗯，你那个媳妇，她吃又高又胖，我叫她爬个梯子能抓。嗯，要爬个梯子能抓。你别跟她打太棒了，赶紧干吧。小小小小妈妈，你俩搁这打个人呗，我饿了，我回家跟你娘找的煮饭去，你娘在家包包子的。那你饿了，那俺也饿了，妈妈走，咱不干了，咱回家。咱也到点了，我把这个套上，咱走。你那个媳妇儿衣服吃，比谁都积极。走，回家回家回家。那你说的，哎，整天谁也不吃，就剩傻瓜了。恁娘包子包好了呗，这俩白板在地里，光喊恁饿，你问恁干啥？哎，哎，是的，有一个喊饿的。回来了，哎呀，巧了，我酱落好，萌萌你洗手吧，洗手趁热吃。俺咋不是想吃包子，你咋没给他包包子吃？正好我俩想吃饺饼了，我就落了饺饼。哎，你想吃，你咋不我萌萌想吃？他想吃天上的星星，你也给他够一把。那我够不着，我够着，我真给他够一。妈，我一看你落的这个饺饼多好吃。啥你的，好吃你就多吃的，大梦给你落的，你这都推迟好几天了，我们叫刘家林上医院检查检查吧。不中妈，到明没空，到明天上山东再照给你包扎眼睛呢。等俺回来了，俺就去。妈，回来了，俺就去查查去。查啥爷？我能找查啥爷？你别问我，我不跟你说。萌萌都别搭理他，赶紧吃饭。